我直接移掉，然后直接给他撞破，咱俩直接走，一气呵成，在前面。对了，对了，没事。免他。掉。拿他的车，兄弟。哎呀。 一滴木吧，甲头库就出来一个，甲头库出来了，木房那个一滴的，木房倒了，甲头库右边，外面木房外面，木房倒了，木房外面好像还有一个自己查一下，木房外面没有，个人他妈的，甲头库有的那边甲头库，一个人，甲头库里边车没保住，我们要走那队，什么？ 哦，又是那一队，我操！他要是能补掉，帮你打，帮你打，帮你打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打。怕了，别怕了。人家撞我们，咱们撞没撞？都来不了。打三张吧。快挂吧。不是不是挂，好像是二哥波宇。一滴，我操！ 有我在他们补这儿，快扶，直扶，三刀，他们很远，<笑>他们很远，好了，打他两个，没想过啊，好像，炸哪一个？ 有可能，嘟嘟死根儿。这比打了他倒一点，来来来，三边，二边二边。火箭筒，头哥。不用，这个狙击火箭筒傻逼。扶起来的。我在烟里面。哎，左边左边左边，再打药。 有实力，被打打人的，我操！他妈到那边去了，在那里。我出来！我操！他这抽我一下头。还有实力。龙脊山，龙脊山。 没办法，那个也打了。你不跑下去，你不直接跑下去，他打不到。咱就咱一人这边打能行吗，兄弟？你下去了不好上来了吧？我打下，这次给你玩爽了。 把枪怎么不是满级啊？没车，当时没有车，那里边不会有车呀、啊。有车，我操，牛逼，还会保车。点下来一个，我看看实力。再点下来一个，我看看。再。来不了，我操！哦，山顶是吧？没有左边。啊、我不是挡着他，没挡住。